还有呢，就是说刚才说的接吻，能不能传播艾滋病病毒？过去呢，我这个文献也有很多这种报道，也有很多报道，就是说，联合国那个 UNAIDS 吧，他在艾滋病的这种防治指南中专门提到了，就是说，在接吻的时候呢，他就说，还是主张进行叫干性接吻，叫 dry kiss。什么叫干性接吻呢？就是说，没有唾液交换的这种接吻叫干性接吻，还是不主张呢，进行这种叫 wet kiss，叫湿性接吻。所谓湿性接吻，就是说有唾液交换的这种接吻叫湿性接吻。这个呢，作为这种一种倡导吧，一种倡导，就是说来这么来提倡的。